这个车要从这个门，看到那个门没有，要从这个门开出去，注意啊，是开出去不是倒出去，咱看他是怎么做到的。哎哎，玩火呢，哈哈哈哈，看不见了，又好了，别喷了，喷的后视镜上都是水珠，现在倒车已经啥都看不到了。他首先肯定要一直往后倒啊，一直往后倒，但是一直往后倒他的车头也甩不到门啊，就这位置他倒肯定倒不出去，他只能开出去。你就往这儿倒，硬拐硬拐再出去倒的，你又不硬拐出不去，把那门关上，把那门关上。这种地方只有这半挂车才行啊，要换其他的车来就出不去了。倒倒倒倒倒，好好往前走吧，往前走吧，咋了，好好了，往前走，看到没有，就是这样出去的啊。好好好，现在再打一把倒车，再往前走走就出去了，这一把就出去了，看到没有，这就是半挂车的优势。这个地方如果是个别的车的话，它就出不去了。再加上司机的技术也不错，如果这次来的是个新手的话，肯定是出不去。这司机的技术怎么样？留言区说一说。